歡迎大家收睇星期三嘅法政現場，繼續有我 Kevin 男朋友同埋法拜嘅 Lin。Hello， 大家好。係啦，今日 Martin 咧就唔喺度，咁另外咧就會有我哋嘅新嘅法拜 Lin 咧同大家一齊睇住個大事啦。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 keep 住留言嘅。咁咧阿 Lin 咧都會解答翻大家問題嘅。咁我繼續睇翻啦。咁而家咧唔好意思，大家遲咗少少啊。咁即刻睇翻恆指嘅表現啊，26,537點啊。咁就跌咗248點，大市成交咧就有348億啊！咁見到今日個市咧，依然咧係欠缺咗啲方向啦，同琴日一樣，恆指咧都維持窄幅上落。其實見到琴日咧增加嗰啲指數牛熊證就比較多啲喎。咁今日嘅資金流情況係點咧？其實咧個市嚟講咧，其實過去兩日都好靜啦，其實波幅都唔夠200點。咁其實睇翻今日咧，雖然都係好靜啦，但其實已經係比尋日好翻少少，有翻少少方向。雖然個方向咧有少少係向下翻啦，咁去到26,500點嘅附近，咁暫時未穿到嘅。咁過去兩日咧都一直喺26,700、26,800咁樣，跟住係一個窄幅嘅一個上落。咁睇翻資金流方面啊，其實過去兩個交易日嚟講咧，其實累積咗都唔少嘅淡倉嘅流入啦。咁終於喺尋日咧開始有啲好友咧就入翻場，咁成個走即係成個資金流部署嚟講咧就係好淡增持嘅而家。咁北水嚟講咧就係有些少嘅流入啦，但係都唔夠1億嘅。咁其實大家對個市啊或者對個外圍啊都冇乜特別大嘅一個方向可以睇到。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個恆指嘅技術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去到27,000呢個位置咧，一嚟啦，27,000個心理關口，即係突破咗好耐都未突破到。係啦，咁你見佢係掂都即係完全就掉翻頭走咁樣，跟住再加上啦，有條100天線頂住咗，咁亦都係一個奇形嘅頂部。咁見到而家成個恆指咧開始好似有少少今日有少少下降嘅一個趨勢啦，咁樣。咁其實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其實都可以係趁個市咁靜嘅時候咧，揀翻啲界內證啊，或者揀翻咁。係揀翻個界內證咁賺翻一個時間一個價值都可以嘅。好，咁另外啦，咁見到其實今即係最近個市真係悶咗啲，啲大藍籌咧其實喐都唔即係唔係話好喐咯。即係譬如騰訊啊、平保啊、友邦啊，咁其實依類股份都比較即係喐得少啲，都係炒一啲都好似之前同Martin講，都係炒啲消費類啊、體育板塊、內需概念嘅股份啦。咁其實譬如藍籌方面，有邊一啲股份會受到追捧一啲咧？資金？其實今日嚟講咧，騰訊就真係差咗少少，跌翻去320蚊呢個位置。咁但係騰訊咧有一個，你睇翻佢之前其實佢都試過320蚊呢個位置嘅。咁其實去到320蚊呢個位置咧，過去兩次咧都出現咗一個反彈翻上嚟啦。咁今次會唔會有咧？咁其實都睇翻佢會唔會真係插得非常之深，同埋睇翻大市啊。咁其實藍籌股冇乜特別嘅新聞啦，就算話佢手遊上咗咁樣，可能都係幫到佢一兩日有個波幅。咁其實你見美團啊、小米啊有消息嘅話咧，嗰個資金流咧其實都早上嘅成個成交金額咧，其實有時候都會超趕咗騰訊。咁如果你話睇翻藍籌啦，其實平保咧呢今個禮拜就會出業績啦，咁但係見到佢喺95蚊呢個水平咧，其實係有少少即係出現咗個密集區，好似突破唔到95蚊。咁其實上面好多貨，咁好唔知啊，可能大家都等緊佢嗰個業績出嚟。咁但係即係如果好消息嘅話，有冇機會衝翻上去？有可能，係啦，有可能。咁但係個如果你話嗰個中國國壽啦，佢冇發盈氣啦，冇發個消息話佢嗰個純利咧有可能增長近2倍，咁我覺得2318都有可能。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就係因為國壽佢就講話我嘅純利非常之犀利啦，咁樣咁就睇投資者係比較想話憧憬翻2318嘅業績啊，一話即係國壽做得好，但係可能業績出嚟可能得
即係比較少的一個增幅，咁可能市場會有一個覺得失望，跟住亦都可能會有一個下調咯，係啊係啊，嗯。咁另外我哋又睇下匯控啊，見到其實匯控咧個走勢真係都改善咗好多，因為其實之前在之前嘅低位50几蚊，而家升翻去60几蚊啦，十天即係十天移動平均線都升穿埋100平均線啦。咁其實匯控方面嘅論證有啲咩？有咩需要注意啊？條款上又係咧？係咁，其實匯控咧，我覺得大家投資者可能如果選擇匯控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個風險啦。咁條款上面可能都即當然你嗰、那個揀翻可能嗰個槓桿啊各方面係進取少少嘅。咁如果匯控升上去，咁盈利都會少少。咁畢竟匯控咧，其實有幾個大嘅因素啦。一嚟佢咁樣升上嚟係因為英鎊咧同埋嗰個英國嘅脱歐咧，其實都有即雖然就都有改善係啦，都未完全脱到，但係都算係啊喺歐盟嗰邊就一個新嘅協議出咗嚟啦。咁樣跟住見到英鎊咧，就雖然過唔到。即係國會嗰度未通過啦，咁但係英鎊咧其實都企喺嗰個1.28美金之上，咁大概喺嗰啲位啦，咁其實都係比較強嘅。跟住所以匯控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咁但係畢竟匯控一嚟本地因素可能有少少影響啦，咁但係睇翻佢近期走勢咧，都係同英國啊、脱歐啊、英鎊啊，係啦嗰邊嘅風險就要留意翻咯。咁另外咧，我哋又睇下，見到金即係本地地產股今日都有彈翻上嚟喎。係啊，咁其實地產股方面可以點樣部署咧？你知道其實地產股都好似之前就真係跌咗落嚟好多嘅。係啊，咁其實地產股啊、本地嘅零售業啊、本地嘅銀行股啊，其實都一路都係有一少少嘅受壓啦，咁跌咗落嚟，好大一個回調。咁見到咧，施政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嗰個本地嘅地產股啦，同埋本地嘅銀行股咧，都有上升咗兩日嘅，彈咗兩日嘅，咁但係見到啦，個地產股係彈咗兩日之後咧，好似都即係有試冇乜力啦。其實朝頭早咧，今日朝頭早咧，佢上升咗之後咧，見到佢其實而家有個別嘅地產股咧，其實都已經係倒跌啊，或者個升勢窄幅已經即係個升幅已經收窄咗好多噶啦。咁如果你話真係睇翻本地嘅地產股嘅話咧，可能就要留意翻，可能佢嗰、那個做一啲比較短線少少嘅部署，可能會比較好啲咯。好，咁另外咧，最後我哋亦都睇埋啦，見到琴日咧，美團啦、小米啦，都有好多資金流入咧，博美團反彈喎，見到。咁因為美團個股價咧一度跌穿呢個十天線啦，其實今日咧都喺個90蚊附近咧徘徊緊嘅，會唔會令到投資者擔心即係部署上有啲咩改變咧，或者部署上應該點樣做咧？其實見到投資者嚟講咧，部署上咧可能美團咧就會偏向謹慎少少，因為你見到啦，一嚟同股不同權，咁其實都已經是由炒這個消息，跟住到大家慢慢咁樣消化到這個消息，美團和小米咧，尋日都係出現個回吐，跟住今日嚟講咧，美團和小米咧反而是有一個個別的走向啦。小米其實升，美團就反而跌翻落嚟，繼續穿翻條十天線嘅。咁其實我覺得美團一路嘅升勢嚟講咧，其實睇翻佢過去呢個月嘅升勢咧，其實佢都真係冇點樣穿條十天線穿得咁深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走勢上佢會唔會好似話之前咁樣啊猛衝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啦，即係可能都會有急跌嘅空間，因為佢始終都喺短期裏面升得太急啦。咁相對小米嚟講，佢蟹貨就冇咁多嘅，係啦。咁相對真係，我覺得真係美團相對好啲咯，因為小米真係好似阿 Martin 話蟹，唔好食大閘蟹咁多。只不過個圖上你就覺得係有少少追落後嘅嗰種感覺，咁但係上面一浸咧都等了很耐噶啦，嗰班人咁其實嗰班人，成日佢哋吹，成日都話啊有冇機會染藍啊、紅底股啊？咁其實啲人都係好希望佢破100蚊嘅喎，係咪？係啊係，我哋啲論都出得好，唔係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希唔希望佢破100蚊啦。咁其實都係睇翻佢嗰個消息嘅走勢。咁其實如果你話好似同股不同權咁啦，其實佢28號就已經係呢個措施咧就可以實施噶啦。咁如果你話啊，到時
美團喺呢個港股通入面，咁佢嗰個北水有冇一個好大嘅支持，有冇一個好明顯的一個流入？咁其實呢個可能係後續嘅一個消息咯。咁如果你話啊，暫時我哋得到嘅消息嚟講咧，就覺得市場嘅氣氛咧，其實就已經係降温咗好多噶啦。好，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多謝你。咁咧一陣間咧，5:20咧繼續有財經直播 Facebook， 繼續阿 Lin 咧同大家一齊睇住個大市啊！如果大家有兩證相關嘅問題咧，就記得留言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